嘉宾朋友，大家晚间好。那第三个晚上，再次的在这个舞台，再次的跟你们大家见面哈。好，听一下你们的发财掌声一下，来，一二三，掌声响起来，祝你们大家发财发财再发财啊！那顺着借着你们的双手的掌声，也顺着我们的王后零零七17周年生日快乐。哦，生意兴隆，高朋满座，客似云来了，这都是我们的老板老板娘所希望的哈。哎，那么再一次呢，我代表全体参与的歌手，还有 show girl show boy 们哈，再一次的谢谢各位亲爱的嘉宾朋友们，谢谢你们大家这一路以来对我们的支持，这一路以来对我们的捧场，谢谢大家。那祝你们大家身体健健康康，万事顺顺利利了哈。好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总共有9位歌手在这里献唱。那前面呢10位歌手呢，因为待会儿要跑场哈，要跑台，所以他们只有3首歌的时间。那接下来呢，会有4首歌的时间。那其他的歌手，那请你注意哈。那前面10位的歌手有3首歌的时间，如果你听到他们唱的好歌，快快的把你们的鼓励送上来给他们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在这里呢，今晚今天要送好讯呢，特别为你请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位。郑小慧，这是我们的福建宝贝哈，我们的这位小苹果、青苹果啊，那就是我们的郑小慧，福建歌啊，福建歌非常唱的非常棒的哈。还有，那就是第二个说呢，就是特别为您请来了来自吉隆坡 City Girl 组合之一的这位犀利小姐啊，第一次首次来到新山演出啊。今晚上呢，我们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跟他好好的接触一下了，看看他拿手的这个舞步，在这个CD 里面你看到的都是全身摆动。那今晚上你会在现场看到他跟你扭动一起哈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这一次呢，我正式的宣布，我们今晚间的这个第三个晚间的活动正式开始。打头阵的就是我们的慧婷，送给你们大家这首听了都会。发达的一首歌，要发达献给您，再见您的双手，掌声再次的响起来，谢谢。